12日 ，Arashi 成员耳宫和也通过 FC 宣布了自己和女主播伊藤绫子的婚讯，她成为 Arashi 第一位结婚的成员。她写道：“我决定在此刻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，向各位粉丝报告这件事情。”木村拓哉微博发文祝贺：“恭喜恭喜恭喜，祝福你和也。”连道三声恭喜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